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。今天我们要来干嘛？今天最近很多奇亚的山寨币如雨后春笋一样，全部都冒出来了，一堆哇，数不清楚。现在非常多山寨币跟奇亚的挖矿方式一样，连图形化界面都一模一样。更扯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更扯的是可以用原本 P 好的图去直接来挖矿，直接来。三挖四挖五挖都不是什么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困扰？你是不是也没办法挖到奇亚币呢？天生非洲人挖不到，现在让你重新来过的机会来了。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山寨 Frogs 亚麻币，很像啊，奇亚币，亚麻币，连图形化界面都一模一样。那今天我就带大家来挖这个 Frogs。那在开始之前，先帮我按赞订阅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Let's go。好，首先我们来到那个 Frogs 的官网，然后它里面就有介绍什么是亚麻币。那它也是由奇亚的区块链直接做分支。它跟奇亚不同的是，它说，它跟奇亚的概念相同，每次爆块都给你两个币做奖励，然后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他很呛哦，他说他不像奇亚一样不先预挖哦，非常呛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如何下载，上面有个 download，然后选择你的作业系统，你是 Windows 就下载 Windows，那我是 macOS 我就下载 Mac 的，然后这里把这个 Frogs 拖曳进去，打开，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应用程式里面看到这个 app，我们开启调成中文，这画面是不是很熟悉啊？根本跟奇亚的 GUI 一模一样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它跟奇亚一样，金钥是共用的，你可以用奇亚的金钥加在里面，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之前 P 好的图，它也吃得到。你这时候都会想，它是不是想骗你尿尿的地方？你的金钥是不是要被骗走了？小等一下，它这个网站里面这边的 GitHub 有公开他们的程式，也就是它是开源的。如果你有疑虑，其实你可以去看它的程式码有没有偷存你的金钥，把你金钥偷上传到哪里？这是不是安心多了？开源的，安心多了吧？那很好笑的是，反正我其他账号里面也没有其他币，我也没挖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觉得说还好嘛，实验给你们大家看，那你们帮我按赞就好。那这里我就直接先创个新的，好不好？创新的，然后下一步，然后它一样有节点要同步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节点一直未同步的话，你在下面留言，我把节点 IP 给你，你就可以连上去。那钱包是跟其他不一样的钱包地址哦。你不要把这个跟做奖励传到你其他的钱包，然后这些画面基本上一模一样，你只需要把耕地新增回来，新增你之前 P 好的地，那这样子你就有拥有挖这个亚麻币的资格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竞争。好，这就是我现在所有的算力，我是30 TB，然后我现在已经挖到4颗了，其实蛮简单的，我挖一两天就挖到4颗了，那预计赢的天数是4天，4天爆4颗，简单吧，对不对？这是俗称快乐表，快乐爆块，比那个奇亚一直没爆块还好吧？然后这是我的耕地，我耕地加了一堆目录，那就是一样的金钥，全部加进来，你现在可以双挖，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奇亚，0块，对比这个 Frogs。对，还挖到4块，哇，看起来心情愉悦多了。那以上就是这个亚麻币 Frogs 的介绍。然后挖到以后，其实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交易所上线哦，未来是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嘛。反正现在总算力还没涨起来，我们就赶快先挖，说不定之后有一些收入也说不定。那现在钱包地址也不知道要传到哪里，就先放在里面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个亚麻币 Frogs 的介绍，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亚麻币有什么看法？虽然它是一个山寨币其中的一个而已，个人是觉得，反正你 P 图又不用重 P，那还不如最大效益，什么都挖，全部挖好挖满。只是这种山寨币这种城市，它可能藏什么东西，资安会有一点问题，你自己要小心注意你的钱包，毕竟它有下载东西在你的电脑里。我下一个奇亚城市直接把你奇亚的钱包全部转给我，也说不定。但我出于测试，可以帮你们测试。那至于想不想要挖，
想不想要这个收益，全看你们自己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的亚麻币介绍，有任何问题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快点挖。